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这次我们一家人来到了江苏扬州。自古有云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这次我们终于来到了多年来心心念念的扬州城。扬州的经济应该也算复苏了，还复苏，蛮好。肯定这个疫情再一停，这个就好得多了。嗯，之前他那个那种情况嘛，是把你手脚都捆绑起来了，你什么也干不了，你这眼睁睁的，你这就是在家消费了，懂没？你说你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肯定不是好日子过。对，你一分钱不挣，还天天要消费，你说你说你怎么那个？是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这空气真好。你看油菜花，江南水乡的小镇。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，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，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。它还是美食之都，东亚文化之都。它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的风景旅游城市。扬州给我的感觉是南北方融合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，从老城里的街道、房子的建造风格到周边的村庄，分别可以发现南北方文化的元素。你们家就靠你了啊。对，就靠你了，你别撞树啊，你朝哪儿滑？靠你滑，我们就只在这儿。看看啊，好了，你看手，看是这样。一下一下，动作慢一点，不在于快啊。累吗？不累，这么点小湖。我来了。你看那边。我来了。公园就是一个当地小村子，依村而建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。你看那边全是油菜花，一片一片的，很漂亮。这又是一个池塘，这是游客服务中心，公交车站。但是坐公交要回到扬州市区里边要两个小时，而且这个要倒几次车。这个村子里的车是一小时一班。我们正好赶上了，走。烟雨蒙蒙的水乡在湖面泛舟，真的很惬意。我们一家三口也很久没有如此的温情时刻了。从湿地公园回来的路上，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风景，路边的村庄和忙碌的漕运。到了，看我们刚到江都，还没到扬州呢。我们坐了49站，1小时20分钟，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，到达这个扬州城的市中心，这是广陵区文昌阁。广陵在古，这扬州在古时叫称广陵。所以我们是在中心的中心，远处是文昌阁，这条路还挺宽的，看着这淮扬小吃里边环境还挺好，然后也挺干净，去尝尝，这还没吃饭呢。碧香居，南方这种小城市偶尔下点小雨，在田间或者在路上走一走，挺舒服的。你这是酸菜肥牛面，看着还真不错，这碗还挺大，量挺足，正好这雨天吃点热乎的面舒服。酸菜肉末，你那是酸菜肥牛，这是什么小龙？哎呀，不错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先喝汤再吃包是吧？啊，真鲜！
怎么样？非常好吃，这馅很嫩很滑。这叫什么包？三丁包。三丁。三种馅儿吧，等于是。对。啊，不是，是三种丁儿组成的，肉丁儿，好像有那个笋。我觉得应该有笋。对，你看这个像是笋。还有。这是笋吧？肉还有。还有一个叫。这里还有米。一个五汁包里面有海参。就是那个去园那家，去园不是说得四点多就排队吗？对，每天6点开始发号，每天只发200。他一个这个五斤包卖78块钱，每一个包子上面都有号，带编号的。现在吃饭吧，就是要选三种店去吃饭啊，一个是呢这种连锁店，一个是呢老字号。要不然就是网红店，这三种类型的店呢，分别就是经过了资本的验证，经过了时间的验证，还有经过了大众点评的这个经验的验证。所有的三种店呢，去随便挑一个这三种类型的店，哎，你就是吃饭不踩坑，这是吃出来的经验。所以这家店呢，这是连锁店吗？连锁店。对，而且特别是经过了这个疫情以后，你知道吧？疫情以后还能存活下来的，哇，那绝对都是精品，都是有，要么是有资金实力的，要么就是有口碑的。吃完饭雨停了，真好。哎，这是扬州时代广场，咱们去看看。一会儿看电影，早知道雨一会儿就停。咱就不看电影了，还可以接着逛，还有一些老街还可以还没逛呢。哎，这叫文昌阁吧？前面这路口，顶向天坛的那个。去商店再看看。这个你是什么？这个自助东京和牛火锅。哎呦，一会儿看电影去喽。这商场也是一个老商场了吧？看着不对，从那个装修风格上，这是当地有点像当地的百货大楼。你看，从这些品牌上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商场是比较亲民的，没有那些什么高端的品牌啊、大的品牌、国际品牌，很少。就有个阿迪达斯吧，刚才我看。哦，耐克，这是个什么店？这是火锅店，麻辣鲜香。哎，这都撤了是吧？店，这没想到。餐饮。看来我媳妇说的真的很对。能经过这3年的洗礼，能还活下来的餐饮，绝对是好的品牌，味道也肯定不错。这些也都关了吗？还是没开呢？这是关了。瑞幸是个好品牌。看看这些以前都是挺大的一个早教中心。这边是个做什么的呀？一张一张的，像是按摩床啊，还是什么？啊，美妆专场。看看前边，这些公司都关了。哟，这边也关了。这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刚开始进到这个商场的时候，我觉得老城里的这个老商场还生意还真不错，看来没有受到什么冲击。哎呀，看看这边，全都关了，这个街里头，往里走也都关了。现在电影院还开着。
对，出大招，下前拳，下前拳，试试。咋的？啥事？下前，这么揉。没了。这两个都是，您得试试大招都。这是拳。你妈比你还较劲呢。又没了。看来你妈小时候也没少玩游戏机呀、啊，没看出来。哎，你为什么玩这么好呢？还是我们家小时候还有一听的。我每次等一下再开始。我的天！哇塞！包场啊！包场啊！哎，真好。椅子就那个按摩的。对，看完电影来买鞋来。哎呦！它那个足弓那个地方是有一点。对，它一个定。你这是40的是吧？保护足，我这是41的。对。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进来吧。漂亮，帅了吧？你看你妈多稳，真是的，她直接冲就滑出去了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先到边上，我去打车。雨下大了，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了，没拿伞，准备打车回酒店看狂飙。嗯，拜拜，明天接着逛。哎呦，快点！哎呀，真好！哎呀。